就他长了一点和好，那香港那还读语文教育学习，啊和好就在推展的客家话，所以应该是香港那边研究的，因为就能念超十几千唔了解，啊特别细组的十几千，千几种解不讲卡。但很近的个时代，卡数会搞好，几项以前还我母语的运动冇被空，因为。在你个时代，搞卡数唔会讲被压迫、被压抑，啊，所以你嘛在搞卡数唔会故意甲你啥头讲，你要还我母语，变都讲希望很不准甲很卡数减多进来嘛，很不准佫可以好很自家卡数嘛，变成不是跟外面的人去讨还我母语，迄个对自家讲。